进来，我们来看来。OK， 这是哪里？这是我们的学校，对吗 ？OK， 这是我们的学校啊。现在我们已经到我们的学校，所以呢，我们要进来课室里面上课了啊。我们要进去我们的学校，然后进入我们的课室上课了。在上课之前呢，你看到没？有小金跟小娇出来跟你们讲话了嘞，他要跟你们讲什么？老师早安。啊，小金小娇呢一出来哦，他就马上出来讲老师早安。所以小朋友，我们一二三一起讲来，一二三。老师早安，小朋友们早安呢。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看小金跟小金呢，还要跟我们讲话了哦。他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一起听啊。晚课学习，准时办案，换上校服，整齐端正，备好桌椅，坐姿正确，不逾屏幕，安全距离。OK， 这些呢课室规则呢小朋友每次都听了对不对，每个人都做到很棒，但是呢今天呢我黑瑞下次你记得穿你的校服啊 OK， 下次你记得换你的帅帅的校服啊，好不好，下次我们记得换校服啊，所以呢大家都做得很棒啊这些，所以呢所以我不再重复啦，所以我们一起直接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课文啦。OK， 今天我们要上的呢就是你们的华文的 Module 4 Level 7的这一本课本啊，不要拿出来，上面写着 Module 4 Level 7的这一本啊 OK， 然后呢就一起打开你们的课本的第七页，打开你们的课本第七页这一页啊 OK， 所以呢现在呢我要把你们的课本变来我的电脑了，一二三OK， 我变过来了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有看到这里有谁，有小金的妈妈还有小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手指着手比一，手比一啊，然后呢我指着课本里面，然后你们指着你们的课本啊，我们一起读可以吗，全部嘴巴打开我们一起读啊 OK， 单元二，母亲的心，来，我们现在读下面啊。母亲的心是冬天的太阳，伸出温暖的手，呵护我长大。再来到第二段，母亲的心是广阔的大海，伸出强壮的手，无时无刻的辅助我，母亲的心是我爱听的广播节目，从不间断的播放着。OK，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课。他讲的是什么啊？他讲的母亲的心，就是妈妈对我们的照顾的关怀的心啊。每次呢我们受伤还是做什么的时候呢，妈妈都会担心对不对，所以呢妈妈的心像什么，像冬天妈妈的心啊，妈妈的心呢都是爱我们的，都是很照顾我们的，然后呢妈妈的心呢是冬，像冬天的太阳这样，像冬天的太阳啊出来啊，这个下冬天呢就是下雪的时候很冷很冷的，然后呢天空呢出现了一颗太阳呢，把这个大地呢照得有一点暖暖的、啊、有一点温温暖暖的，然后呢妈妈就会伸出温暖的手，这个就是妈妈温暖的手啊，
妈妈的手，保护我长大。然后呢，就是没照顾我们，撒养我们。然后呢，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呢，会照顾我们。在我们哭啊，还是生气，还是伤心、难过、开心的时候呢，妈妈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对不对？一直照顾着我们，陪我们。所以哦，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来，母亲的心是广阔的大海啊，这个广阔的大海，无边无际的，看不到的，摸得到尽头吗？摸不到，对不对？很远很远的，我们摸不到的。所以呢，妈妈的心呢，就很像这个大海这样，很大很大的。然后呢，妈妈都会伸出她强壮的手呢，无时无刻的在照顾着我们，撒养我们呢、啊，这样子在撒养我们，在照顾我们。接着呢，母亲的心呢，是我爱听的广播节目，就很像这个人在讲广播这样子，讲讲讲讲讲讲讲。然后呢，也是一直这样子环绕着那个妈妈的声音。妈妈跟你讲，不可以吃糖果，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我出去外面淋雨，不可以玩水啊，这些话呢，都是妈妈一直在重复的，对不对？妈妈叫我们不要挑食，不要晚晚睡觉，要乖乖做功课，要努力学习，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这些呢，都是妈妈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但是呢，妈妈虽然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但是呢，还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广播，对不对？虽然妈妈很棒很棒很棒，每一次重复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都有把这些话呢，一字一遍的跟她听进我们的耳朵里面啊，都有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呢，妈妈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广播机这样子，像这个 radio 这样子哦，一直讲，只要一直讲哦。你们有觉得很烦吗？没有，对不对？妈妈呢，对我们呢，都是妈妈对我们的劝告呢，都是好的啊。妈妈的心呢，都是一直在关怀着我们的，照顾着我们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我们的第八页。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第八页啊。然后呢，你们看到吗？这里有一个谁？这里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妈妈，对不对？穿着 yellow color 的，然后蓝色裙的，这个是妈妈吗？跟你们的妈妈一样吗？和蔼和亲的，长得和蔼和亲的，跟你们妈妈一样吗？冰冰跟妈妈一样吗？冰冰，跟妈妈一样吗？一样哦，哇，一样。OK， 四岁班的小朋友四个，有没有很像你们旁边的四个老师？有两个老师一样，有没有很像他们两个老师？有像吗？很像妈妈哦，这两个老师也像妈妈这样子 ，OK。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呢 ，OK。冬天的太阳啊，妈妈的心呢，像冬天的太阳这样子嘞，温温暖暖的。你先坐别的 ，OK。很温暖，很温暖的。妈妈温暖嘛，每次你们很冷很冷的时候，妈妈抱住你们舒服吗？你们喜欢妈妈抱你们吗？喜欢哦，喜欢妈妈抱住吗？宝宝喜欢吗？喜欢妈妈抱住吗？喜欢哦，妈妈的抱抱是不是很温暖的，很舒服的？是不是很舒服的啊？所以呢，这个广阔的大海，所以呢，妈妈的心呢也很像这个大海这样子，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啊。妈妈的爱呢，对我们也是很大很大的。妈妈不会因为你做一点事情哦，做错了，妈妈就不要你不理你了的。妈妈都是很爱我们的啊，很关心我们的，所以呢，妈妈的心呢，很像这个大海这样子，很大很大的，摸不到的啊。最后呢，妈妈每次讲的话呢，就很像这个广播节目，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一直在提醒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呢，这些呢，就很像妈妈一直在重复的东西，妈妈就讲的话呢，就很像这个广播机一样，每天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对吗？所以呢，在这里有三个啊，形容妈妈的心呢，就好像这个冬天的太阳，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然后呢，妈妈的心呢，很像这个广阔的大海，有一颗包容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做对做错，妈妈都会永远陪伴着我们，照顾着我们。然后呢，第三呢，妈妈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广播节目一直这样子重复，一直这样子重复，但是呢，对我们都是好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一起看我们的第九页。OK， 打开你们的第九页啊！打开了吗？
你喜欢母亲的哪一只手？你喜欢妈妈温暖的手，还是喜欢妈妈强壮的手？所以等下你们跟我讲嘞，你们喜欢这个温暖的手抱住你们的手嘞，还是这个很有力气的手？你们喜欢哪一只手？冰冰，冰冰，你可以开你的麦，你跟我讲，你喜欢妈妈温暖的手还是强壮的手？温暖的手。温暖的手嘿，这样子，亨利，亨利，亨利，你可以跟我讲你喜欢哪一只手吗？你喜欢温暖的手还是强壮的手？我抱你有力吗？是啊，大大力，大大力啊！哦，喜欢大大力的手嘿，喜欢这个强壮的手嘿。这样子，我们来问波波，波波。波波，你喜欢哪一只手？你喜欢温暖的手还是强壮的手？我喜欢两只。你喜欢哪一个？喜欢温暖还是强壮的？温暖还有强壮的。哇，波波两个都喜欢呢。这样子，我们再来问一问呢。我们来问一问我们四岁班的四个小朋友。你们开你们的麦啊，跟我讲啊，你们喜欢温暖还是强壮的？你啊，我要怕温暖。OK， 我听到了，他们两个都喜欢，所以呢，不管妈妈的哪一只手呢。对我们而言呢，都是我们喜欢的手，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课文哦，它叫我们选哪一个嘞？你喜欢妈妈哪一只手？但是两只都是妈妈的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喜欢，对不对？我们都因为呢，这双手呢都是妈妈的手啊，妈妈都会用，都会带给我们温暖，带给我们强壮。妈妈有强壮才可以抱我们，对不对？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都是妈妈，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妈妈做的，对吗？只有在爸爸在的时候哦，妈妈才不需要强壮啊。所以呢，这两只手呢都是我们喜欢的手哎 ，OK。所以我们不要看它的上面的讲，只可以选一只手，但是我们两只手都喜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两只手都喜欢，因为呢都是妈妈的手，证明你们都是半小孩呀。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 ，OK。帮妈妈做的事，什么是可以帮妈妈做的事情？你们爱妈妈吗？爱妈妈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就帮妈妈做东西呀、啊，什么可以帮妈妈做的 ？OK， 我们可以帮妈妈一起煮东西，对不对？跟妈妈一起煮东西，煮给全部人吃，对吗？你们不会煮的话，你们可以帮妈妈洗菜，可以帮妈妈怎样？可以陪妈妈在后面讲话，对吗？可以在后面陪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帮妈妈怎样？还有可以帮妈妈晒，可以帮妈妈折衣服，对吗？谁会折衣服？谁会折衣服？ Henry 会呀，冰冰也会呀，波波会吗？波波，四岁班的四个小朋友会吗？会折衣服吗？谁会折衣服？举手给我看。OK， 大家都很棒哎。还有呢，我们可以自己折被，对不对？睡觉起来我们可以自己折被啊，睡觉起来我们自己整理自己的床，因为呢这个床是我们自己睡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自己整理自己的床啊。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怎样陪着爸爸妈妈一起种花，对不对？可以一起走在外面种美美的花，跟妈妈一起浇花种花。还有呢，我们可以怎样帮妈妈晒衣，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帮妈妈晒衣，帮妈妈晒衣折衣，帮妈妈扫地抹地，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的课本的第十页啊，一起打开你们的课本的第十页。OK， 一起打开第十页了吗？全部，你们打开哦。他就讲哦，小朋友。你会帮妈妈做什么事？哇，你看到吗？这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对不对？有小金，有小林，有小盛，还有呢，有这个 Lisa， OK， 有这个 Lisa，
还有这些他的好朋友，对不对？他们在做什么？你看 Lisa 呢，她很乖，对不对？她会帮她的妈妈扫地，她会帮妈妈扫地。这样子，你们在这有帮妈妈扫地吗？在这段时间有吗？谁有帮妈妈扫地？OK， 可以帮妈妈扫地，你看吧。然后呢，这个小胜呢，他很棒，因为他是狗狗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会帮忙拖地，他会帮忙拖地啊，你看吧，他会帮忙拖地。接着呢，你看这个，他会做什么？他会帮忙擦窗口，对不对？他讲，哇，这个窗口肮脏嘞，所以呢，我要帮忙擦窗口，擦窗口。接着呢，他们还会做什么？小金在帮妈妈做什么？帮妈妈洗，帮爸爸洗车，对不对？谁有帮爸爸洗过车？谁有帮爸爸洗过车？有啊，大家都很棒嘞，有帮忙爸爸洗车，好玩吗？洗车可以在外面玩水、玩肥皂哦。接下来呢，你们吃饱了过后有帮忙擦桌子吗？有帮忙吗？有帮忙啊，冰冰有帮忙，我看冰冰点头点到很快，有。OK， 最后一个呢，你们有自己折衣吗？你们可以自己学折衣啊，讲妈妈妈妈，你可以拿一件衣服给我折吗？给我自己学折衣服，因为呢我长大了，所以你可以给我帮忙折衣服嘛。OK，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你们在家可以帮妈妈做的啊，你们要做妈妈的小帮手，对不对？像那个值日生那时候我讲过，对吗？他也是帮忙在学校呢，帮忙老师做事情的小朋友，所以呢，在这里呢，他也是可以帮忙做东西的啊。你们也可以帮忙做东西的，你们都是老师的小帮手，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的第11页，打开你们的第11页。打开了吗？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啊 ，A4 在哪里 ？A4 呢，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球球，就是这个球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球跟它圈起来先，我跟它圈起来，你们看啊，你们不用圈啊，你们看我做的啊。所以呢，这个球呢在 A4， 所以呢，这样子看呢，你们看到这里有 A 吗？有 A B C D 吗？所以呢，当它讲 A 的时候，我们就去找 A， 然后呢4的时候呢 A4。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找后面上面号码的四，一、二、三、四，对不对？所以呢 ，A 在第一排，然后四在这边，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球。然后呢，他讲往下数三层，我们一起数啊，一、二、三。所以呢，他来到这个水的这一边，他来到这个橙子这一边了。过后呢，他要去哪里？他就讲了，像 C4， 现在我们在 C4 啊。C4， 所以呢，这个 C，OK，、okay, 这个 C 还有4，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从 C4 这一边呢去哪里？向左边呢是这一边啊，就是不是你们写字的手啊，不是你们写字的手。然后呢，是冰冰跟恩星写字的手啊，因为呢，你们写字的手是左手啊，所以是冰冰跟恩星写字的手，其他人呢都是右手写字的。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一边呢写过去啊。然后他讲数过去第三个，对不对？所以一。2、3，所以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北北这一边，然后呢，他讲北北的上面就是这个熊熊的上面啊，所以呢，它的上面是什么？它的上面呢就是这个西瓜，所以西瓜在什么位置呢？我们一起看，西瓜呢，它在 B 这边，它在 B 啊，所以呢，我们把 B 画过去，把2画下去。所以呢，这个的答案呢就是 B2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写 B2 一起写啊，你们在这里写上 B2 啊，一个 B 大写的 B， 然后一个2 B2， 好了吗？好，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接下去看下面那一题啦。OK， 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题啊。他讲哦，从 D2， 所以呢，我们要去找 D2 啊，我们去找 D，D 在哪里 ？D 在这边，对不对？
你在这个香蕉的旁边这里啊 D， 然后呢要去找上面的二，所以呢 D 二我们在这里画一个箭头，然后再画一个箭头下去，所以呢就是这一个格 D 二，就是这一本书它讲到往上数三层，所以呢我们要用，我换另外一个颜色画，一二三，我们来到我们的西瓜了对不对，来到我们的西瓜往右数啊，往右边数呢就是冰冰跟恩心的另外一只手啊，就是说他的右手啊，其他人就跟着你写字的手的那个方向去啊，所以呢是第三个，所以呢我们一起数过去啊，一二三，就来到我们烫衣服的地方，这个烫衣服的熨斗，然后呢再往下数三个，我们要看它去哪里啊， OK 我换橙色，一二三，就来到什么，这个是什么来的，蛋糕是不是，蛋糕，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啊，蛋糕在什么位置，我们把这里 clear 掉啊，我们换来，我们换过去，从 D 这边跟着换换换换换过去，然后呢换下去，所以呢它在什么位置，就是 D4，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写上 D4，上面这个是 B2 啊，这个是 B2 啊，刚才那个西瓜的，下面的这个是 D4 啊， D4 D4，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接下去看啊，可以了吗，写好了吗，写好了吗，写好了，我们一起看啊， OK 啊，我看到冰冰讲 OK， Henry 写好了吗， HenryHenry 好了就给我 OK， 波波好了吗，波波好了就给我一个 OK， OK 啊， OK， 我看其他四个小朋友好了，所以现在哦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精益图了， OK 我们去找我们的精益图啊，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精益图，OK， 我们的精益图 的题目呢就是母亲的心，今天我们上的主题呢就是母亲的心啊，母亲的心，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精益图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子看，我们要从红色的心开始看啊，从彩虹的颜色开始看，所以红橙黄绿蓝靛紫啊，所以要找红色先啊，所以呢在这个红色的心这里呢它第一个指的是什么，伸，伸手的伸，伸手的伸，你看这个小朋友怎么样，他伸手对不对，所以呢小朋友你们可以跟他一样伸手吧，伸你们的手出来给我看，伸， OK 我看到冰冰伸了，把你们的手伸出来可以吗，给我看你们的手，哇 Henry， Henry 可以给我看你的手吗， Henry， 哇波波嘞，波波你的手嘞，波波，波波你的手嘞，波波给我看你的手， OK， 前面都把手伸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叫做伸手的伸，伸手的伸，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啊，第二个在他的这个手口这边呢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太阳，太阳是怎样的，太阳是温暖的对不对，温温的，温暖的温，温暖的温，就像你们冲水的时候，像你们在学校冲凉的时候，或者在家里你们妈妈给你们冲凉的时候，那个水是不是温温的，有一点烧烧这样的，有吗，妈妈给你们冲凉的水是不是这样子温温烧烧的，有吗，冰冰你在学校冲的水是不是温温烧烧的，是吗，我们的四个小朋友是吗，我们冲的水是不是这样烧烧温温的，不是冷冷的哦，我们冲的水呢是温温的，如果呢你们不知道温温是怎样的，今天妈妈跟你们冲凉的时候我讲，妈妈妈妈你可以给我摸一下温温的水是怎样子的吗， OK 可以吗，你们叫妈妈给你们摸一下温温的水是怎样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接下去看，你看这个小金呢他跑去找妈妈，因为呢他很冷对不对，所以呢他跑去找妈妈，因为呢他要妈妈抱抱他，给他温暖，温暖的暖，温暖的暖，
暖，温暖，然后抱住他妈妈，他觉得很舒服，非常的温暖。然后呢，在妈妈的手上，妈妈的手上拿着什么？妈妈拿着防护罩，拿那个防护盾，对，那个盾牌。啊，妈妈手上拿着那个盾牌呀、啊，然后呢，来保护你们，不让人家伤到伤害，就像这个小宝贝一样，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看到吗？他的爷爷奶奶，他的爸爸妈妈呢，都这样子维护着他，这样子照顾着他，保护着他，保护的护，保护的护，护。所以呢，你看到吗？这个妈妈呢，她怎样？她把她的手伸出来，因为呢，她要让那个太阳呢照耀着我们，给我们怎样温暖，还要给我们温暖。然后呢，她妈妈总是小心翼翼的保护着我们，保护，保护。所以呢，在这里呢有四个字，第一个呢就是深深，第二个呢就是温温，第三个呢就是暖暖。第四呢就是护护，所以呢在这里有四个字啊，我们一起读一次可以吗？我们一起大大声读一次啊。第一个就是深深，温温，暖暖，护护。 OK， 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字卡时间。在你们的字卡这里呢有三个字啊，我们一起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伸手的伸，伸手的伸。所以呢你们看啊，老师在这边呢画一个手出来啊。 OK， 伸手的伸，伸手的伸。你看嘛，这个手它伸高高，举手啊，它把它手举高高的，伸高高的，伸伸啊，他的伸他的手出来呀、啊，伸。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出来的是这个温，温暖的温，温暖的温。每次你们喝奶奶的温度来的，跟你们每次你们喝的奶奶一样的温温的，不是烧烧的、啊、那个温温的，有一点点烧烧，然后又好喝的啊。我换一个你们的奶瓶在这边啊。OK， 画一个奶瓶在这边，这个奶嘴有一点怪怪的，所以我画多一次啊，这个奶嘴。OK， 我在上面画画奶瓶呀、啊。OK， 你们的奶瓶对不对？你们每次喝的奶奶，这不是很温暖的，温水的，温温的，好喝吗？奶奶，谁跟我讲奶奶不好喝的？好喝吗？奶奶？奶奶好喝的话换举手给我看，奶奶好喝吗？温温的奶奶。波波好喝吗？波波，波波有喝奶奶吗？有喝吗？ OK， 好喝哦，奶奶都好喝，对不对？四岁半的小朋友好喝吗？你们四个都有喝的，好喝吗？奶奶好喝，举手给我看，举高高，举高高给我看，你们的奶奶好喝吗？ OK，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要去看啦。第三个呢就是暖，暖，很温暖的，这样子抱在一起的，可以取暖的。OK， 暖，暖。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学了三个字啊。第一个就是伸，伸手的伸。第二个呢，就是你们每次喝奶奶的温度，那个温，温水的温啊，温。第三呢，就是暖，暖。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接下去看，就来到我们的活动时间，哒哒哒。OK， 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呢我会跟你们讲你们要找什么给我啊，然后你们要去跟我讲啊。我要 B3， 我要 C3 啊。冰冰可以跟我讲 C3 是什么东西吗？你可以找给我吗？冰冰你看 C 在哪里，然后3在哪里，你看 C3 是什么东西，你帮我圈起来，你帮我圈啊。你跟我讲 C 三，哇，冰冰全对呀！所以呢，冰冰做对啊，我要给他星星啊，我把星星放在旁边啊，我给他星星，还有给他一个乐。OK， 等下我们看啊，下一个到谁呀、啊？第一个是我们的冰冰猜对呀、啊，我们冰冰答对呀。所以呢，第二个，我要来教，
OK， 现在呢，我要写另外一个了啊，我要写 A 四，我 A 四啊，我要波波，波波帮我找可以吗？波波帮我找 A 四在哪里？波波，波波帮我找 S，A 四在哪里？波波，你帮我圈起来 ，S 在哪边？哪里？OK， 波波，波波，你帮我画，波波。哎，是在哪里？你帮我找啊。等一下啊，波波你，波波你等一下，波波你关掉那个你的笔，波波你关掉你的笔啊。波波，你关掉你的笔先。OK， 波波，你关掉你的笔。波波，波波，你去按上面那个笔，你按那个有一个写着那个，有写着那个 A 什么？等下，其实你去你的 screen 上面啊，你去找一支笔，你看有吗？你帮我找啊，你的 screen 上面有没有一支笔？你按摸那，你按你的摸那边，有吗？你帮我找。如果没有的话，你开你的麦，你跟我讲是哪里一个是什么东西来的？你跟我讲是什么？宝宝，宝宝，你跟我讲是哪里一个？我帮你圈。这个。哪里一个？你跟我讲是什么来的？F4 是什么来的？ Ball Ball 啊，哦 Ball， 我问你讲什么OK Ball 啊，球球啊，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起看啊，对了 F4 就是球球，所以呢我要给 Bobo 一颗星星，然后呢要给 Bobo 一颗 Love Love OK， 所以呢现在来到我们的 Henry 啊，我要叫 Henry 写这个啦，我要找，我要写给 Henry，叫 Henry 帮我找啊， Henry 你帮我找这个 C2 在哪里？ C2 波波帮 Henry 帮我找 C2， C2 你跟我讲是什么来的？ Henry Henry sorry， Henry 你跟我讲 C2 是哪里一个？你看你的麦，你跟我讲啊，哪里一个是 C2？OK， 你找 C2 啊，所以呢我们找 C， 所以呢我们画 C 先啊，画过去，然后呢从2写下去，这样子是什么来的？这个这只东西是什么来的？ Henry 你跟我讲是什么来的？ OK， 是小熊吗？ Henry Henry 是小熊的话你点头给我看，是哦，所以呢我要给我们的 Henry 一颗星星啊，还有呢一颗 love， 耶、yeah!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接下去看 OK， 我们来叫另外一个人了啊，我们来叫陈星，陈星你可以跟我讲吗？你打出来给我看啊，不然你帮我圈啊，你帮我找第一，第一是什么来的？你跟我讲第一是什么来的？第一是什么来的？陈星有在吗？陈星你可以帮我吗？我会第一啊，第一啊，第一。对，第一，你跟我讲是什么来的？我听得到你的声音。第一是什么？对，你讲过一次，我听到了，你讲过一次。嗯，我呀，你讲了，你讲，你讲，你讲 ，OK， 是香蕉对吗？所以呢，我们帮陈星一起圈起来呀，香蕉啊，第一呀。所以呢，我们给他星星，给陈星星星，给陈星乐发。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四
四个小朋友了呀。嗯。OK， 我来看我四个小朋友了。第一个呢，我要写 A E。哦，我在这里写四个，等下我一起叫哎。我要第四。然后呢？B E。那个叫那个是什么？三。OK， 我要叫人了啊！我要叫那四，我要叫他们四个人了哎。第一个，我要叫恩星，恩星找 A E 给我，恩星。恩星找 A E 给我，你帮我圈啊，哪里就是 A E 啊？你帮我找 A E 啊！哇，这样子到下一个啊，我们一起检查答案啊！等一下，我要坐在恩星旁边的晨晨，晨晨，你帮我找 C 四在哪里？晨晨，晨晨帮我找 C 四啊！等一下我们一起检查答案啊！晨晨跟我讲啊 ，C 四在哪里？你帮我找。晨晨找 C 四啊，OK， 谢谢我们的晨晨。现在呢，我要坐在晨晨后面的子萱，子萱你帮我找 B 一在哪里？子萱，子萱找 B 一啊，子萱帮我找 B 一。OK， B E， 你帮我找。OK， 这个我要坐在子萱那个旁边，那个很帅很帅的浩宇，帮我找 D 三在哪里？浩宇，浩宇帮我找 D 三在哪里 ？OK， 我们等他们去好，我们要给他们星星啊，给他们 love， 给他们星星。哇，我看来。第三，你找第三给我啊，浩宇，你帮我找第三。OK， 谢谢浩宇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来检查答案了。第一个呢是恩星帮我找的，对不对 ？A E，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 A E 对不对呀、啊？哇，我们的 A E 在哪里？这个 A， 然后呢 E 在这边对吗？所以呢，我们的 A E 在这边，答对了呀。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闹钟。所以呢，我要给我们的，我们要给我们的恩星星星还有乐，哇，很棒啊！所以呢，接下去我们要看 C 四，我们的晨晨。哦，我们的晨晨，我看到有人在画我的荧幕了，谁来的 ？OK， 我们画到我们的晨晨来，我们看我们的晨晨的答案对吗 ？OK， 我们的晨晨做的是 C 四 ，OK， 所以呢。我们要去找 C 四啊 ，C 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画过去，然后呢四下去，嘟嘟嘟。所以呢，答案是我们的这个 orange 答对了。所以呢，我要给我们的晨晨、星星还有乐，哇，很棒嘞！晨晨也是很棒哦。所以呢，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子萱，子萱做的是 B E， 所以呢，我们一起看啊，子萱做的对不对？所以呢 ，B 在这边，然后呢 ，E 在这里，所以呢，是我们的鸡，这个我们的烤鸡，所以呢，答对了。所以呢，我要给我们的子萱星星，还有乐，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浩宇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检查我们浩宇的答案啊。浩宇的呢是 D， 所以呢我们从 D 这边画过去，然后呢找三，所以呢我们要画去找三 ，OK 就在这一边啊，所以是跑车对不对？是这个汽车，所以呢也答对了，所以呢我要给他星星还有乐，哇，你们大家都很棒，所以呢老师要给你们掌声，哇，大家都很棒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拿星星呀，我们去拿真正的星星呀。所以呢，我现在带你们去拿星星啊！耶、yeah, ，我们要去拿星星了呀！
有看到我的星星吗？有看到哦，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手举高高的是谁？这个人是谁？冰冰，对不对？我们的下一个冰，我要给他两个星星。过后呢，就来到我们的下一个小帅哥，蒋晨呢还没有办法三个啊，所以呢，我们来到我们的下一个，我们的 Henry。哇 ，Henry 换手举高高，我要给星星呀 ，Henry。哇，我要给你两颗星星。下一个来到我们的很帅的浩宇，浩宇手举高高要给星星了，哇，我看到他的手举高高了。接下来呢，来到浩宇的好朋友波波，快点手举高高，波波嘞，还有一个哦，我要给一个很可爱的小公主，谁来的？我们的子萱。哇，我要给我们的子萱两个星星。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很公主的恩星，给他两个星星。然后呢，还有来到我们的这个白雪公主，白白的白雪公主，晨星，我要给晨星两个星星。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晨晨，哇，我们四岁班的班长，我要给他两颗星星，哇，我要给他两颗星星。所以呢，小朋友，现在呢，我们已经拿我们的星星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给你们看看转了啊，我给你们看转一下，耶，我们冰冰的，蒋晨的 ，Henry 的。浩宇的，波波的，子萱的，恩心的，晨星的，还有我们的班长水晨的，耶！全部已经拿好星星了，对不对？所以呢，已经拿好星星了。过后呢，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功课时间，我们要去拿我们的功课了。拿完星星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开心呀。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转另外一个星星了啊。所以呢，现在来到我们的功课时间，在这里呢，你要写上你们的信，打开你们的练习三先啊，拿出你们的练习，然后打开你们的练习三，打开你们的练习三啊，打开了吗？打开了哦。所以呢，在这里呢，练习三这里呢，你们要写上你们的姓名啊，写上你们的姓名跟你们的日期，然后呢，记得写上今天的日期啊，2020年啊，你们要写下去啊。写下去了过后呢，记得等一下给你们帮我写上名字啊，如果你们没有写名字哦，我不知道是谁的嘞，然后呢，那个星星哦，就不小心跑去人家的家了，所以要记得写上你们的名字啊，他才可以跑去你们的家，不然那个星星不认识你们哦，他就不小心跑不见掉了。所以呢，现在呢，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两个字，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伸手的伸，伸手的伸，第二个就是无，就是没有啊，无就是没有。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伸手的伸，你们把你们的手伸高高，对不对？刚才你们把你们的手伸出来了，对吗？伸。第二个呢就是无，就是没有的意思，无就是没有东西啊，无。你们手这样子拿起来，这样子转转转转转，拿起来转转转转转，就是无，就是没有东西啊，无。OK， 接下来呢，这两个字你们要跟它跟着它的虚线呢，跟着它的笔画写起来呀。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长大，长大，什么东西是会长大的？什么东西会长大？是这个月亮跟这个太阳吗？这个我们都不可以看到它，对不对？我们只可以用眼睛目测，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大。但是呢，这个树呢，你看到吗？它从小小棵呢，到它长大，慢慢越来越大棵，我们都是看得到的，对不对？就跟你们一样，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大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跟他画去找大树啊，
跟老花去找这个树，因为呢树呢是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知道它会不会长大的。而这个太阳跟月亮呢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懂它的存在，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大，因为呢我们没有去量过它，也没有 去测量过它，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看到的呢，我们知道会长大的呢就是这个树。 OK， 所以你们把这个长大的连去这个树这边来，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打开下一页啊，等下你们在这里做。 OK， 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下一页了呀。哇，他讲小熊出门找朋友了，他要去找谁？哎呦，这个小熊哦，他去改改嘞，他要去走路，他去找他的朋友，改改找他的朋友，这样子哦，你知道他的朋友在哪里吗？所以我们不知道哦，所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嘞。在这边呢，我们如果走这边的话，就会卡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走哪里？走这个里面呢，也不可以，也是不可以出去。走这边呢，也是不可以嘞。所以呢，我们走哪里？我们就从这里走去啊。走走走走走，还要去爬楼梯啊！你看，爬楼梯上去啊，一格一格像楼梯这样子的，爬爬爬，然后呢上去，然后从这里过去，然后呢，好，来到谁的家？这个是谁的家？是小乌龟的家，是不是？来到小乌龟的家嘞，所以呢，你们帮我把它连去找小乌龟啊。这个小熊呢，他跟我讲他要去找小乌龟，所以你们帮帮他。你们帮我跟他连过去，找小乌龟，找好了吗？找好了，我们就一起打开下一页啊。画一样的星星或者是画什么的。OK， 好了吗？好了，我们就一起接下去看了。就来到我们的这个户跟广。OK， 第一个呢叫做户。保护的护啊，刚才我们讲过了，对不对？护，保护的护。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广，很像那个大海的，有没有？刚才我讲的，妈妈的心很像那个大海这样子，很大很大的，是摸不到的，对不对？这个呢叫做广，摸不到的东西啊，就是很广阔的，我们手摸不到的广，广阔的广，广阔的广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护的护，护跟广，在这里有两个字啊，第一个呢就是护。第二个呢就是广啊，所以呢等下你们把我跟这个虚线呢跟它连起来，跟它写起来呀。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我们下面这一项。 OK， B 项啊，你们看 B 项啊，下面这一项啊，这一项呢我要你们去你们的课本的第七页找找答案，可以吗？你们在那里写一个气，等下你们自己去课本找答案啊，你们在那里写一个气，写一个七在那边，等下你们去你们课本的第七页呢，自己找这个构思的答案啊。你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慢慢越来越大了，所以呢老师要你们学会自己找答案呀。所以呢你们自己去看你们的课本啊，自己找答案。好，然后呢你们再写好气了，对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一页了啊。就来到我们的第八页。第八页啊，就讲哦，小明从一幅大壁画上面拍了一张，拍下了一张照片，他把拍下了六张照片啊。但是呢，每张照片呢都只是墙那个壁画上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嘞，他不是一整张的，他只是从那个墙壁那边哦一点一点这样子拍一小张，拍一小张。所以呢，他就讲哦，小朋友，你们可以不可以帮我把这些图片哦，帮我拍进去这个壁画里面？你们可以帮帮我吗？OK， 所以呢这个、哦、等下你们自己用你们的眼睛观察看哪里是哪里啊。像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图片它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个啊。所以呢这个是在哪里？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圆圆的，然后呢到底是哪里不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找啊，所以呢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就把 A 写下去。你们不需要把图片画下去啊，你们把这个字母跟它填下去就好了啊。A 在这边啊，所以我帮你们找到一个了，等下其他的你们自己找可以吗？其他的你们帮我找啊，波波等下你帮我找啊。黑莉记得你做完功课了拍照上来给老师，老师才可以给你星星耶，你还可以赚多两颗星星耶，如果你拍照上来的话，所以你加油啊。
所以呢，你们把早啊早啊，我们就一起看下一页了。OK， 这个等下你们自己慢慢看啊，看了过后你们帮我做。所以呢，现在你们拿出另外一份纸，打开你们的评测三，拿出你们另外一份纸，拿出你们另外一份纸啊，上面然后打开你们的评测三，然后呢，上面写上你们的姓名跟今天的日期，姓名跟今天的日期啊。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下面这里啊。大呢有什么呢？有大海，对不对？大，大可以配大海。大海，你们好去找大海啊。这个呢是要找它的动词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动词你们还不太会，所以呢这一项我们一起做啊。有大星吗？没有啊。大爱，大家有吗？大家有啊，所以呢我们连续找大家。你们自己用词化啊，大家、大人、大日、大日游啊，没有大日啊，所以呢，只有这个大海、大家还有大人，你们帮我联系过去。大海、大家还有大人啊，然后呢，下面这一项呢，你们自己去课本的第七页找答案。课本的第七页啊，你们自己去课本的第七页找答案啊，你们在那里写上一个气。可以吗？可以的话，我就 next 啊。我们来看我们的练习四呀，评测四。OK， 评测四呢，他要你们呢帮我找，一样写上你的姓名跟日期呀、啊。然后呢，帮我找这个太阳的阳这个字，然后跟它圈起来。所以呢，我帮你们找一个啊，太阳的阳，我找到一个了，其他的你们自己找啊。那一个是跟它一样阳字的，你们就跟它圈起来，你们就跟它一样圈起来呀、啊。所以呢，下面这一项呢，我们一起写啊，我们一起画啊。第一个手呢，手我们可以来做什么？手呢，我们可以来做工。所以呢，你们就跟它连过去找做工，做工，你们的手是可以拿来做工的啊。所以呢，第一个呢，手是拿来做工的，所以你们就跟它画过去做工。第二个呢，耳朵是拿来做什么的？耳朵是拿来听声音的，对不对？所以呢，听歌，听歌。听歌啊 ，OK， 听歌，你们跟它连过去。接下去呢，我们的心可以用来什么？我们的心呢是用来想念，想念，想念。然后呢，最后一个，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干什么？看书，看书。所以呢，你们用你们的眼睛来看书啊，用你们的手来做工，用你们的耳朵来听歌。然后呢，用你们的心来想念，还有呢，最后一个呢，就是用你们的眼睛来看书。OK，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一起接下去，看啊。所以呢，我们来看这里。所以呢，你们今天的功课呢，就有这个啊，练习三、练习四、评测三，还有评测四啊，这四页，这六页啊。然后呢？另外一本呢，你们的那本练习簿呢，那个写生字簿的那个呢，星期六呢，老师会给你们知道写在哪一页啊。OK， 星期六呢，你们才交给我那一个，所以呢，星期六我再给你们啊，这样子你们就不用一天要完成这样多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等下在你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会给你们讲做到哪一页啊。所以呢，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导读，你们看你们的导读，拿你们的导读出来，那个小小本的故事书来的。拿你们小小本的故事书出来，然后呢，有看到两座山吗？啊，你们拿你们小本的书那个导读本给我看，小小本的华语的，啊，对了，冰冰拿对了 ，OK， 就是这一本啊。所以呢，这里有什么呢？这里有一山，还有一山高，对不对？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山还有一山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当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呢，还有人比你更加厉害 ，OK？ 所以呢，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我都会了，我怎么还要继续做啊？都没有人比我厉害，我是最厉害的。可是呢，当有一天呢，这个小山呢，这个小小座的山哦，他出去外面呢，他就跟他的爸爸讲：“爸爸，
我已经很会呀，你不用再教我了，我真的已经懂了，你不用再教我了。可是呢，当他出去外面找人家比赛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比他还要强壮、比他还要大的闪出来呀，你看吗？这个戴住眼镜的闪出来呀，他就讲：“因为只有你最厉害呢，我还比你更加厉害呢。”所以哦，你回去在家里哦，再去学习学习。所以呢，这个在告诉我们呢，当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呢，还有人比你更加厉害。所以呢，我们要永无止境的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呀。不是你只有你最厉害呀，还有人比你更加厉害。所以呢，一山还有一山高，你们跟我念一次好不好？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山还有一山高。OK， 所以呢，这里呢还有我们学的字呢，就是山。山啊，你看到吗？这里呢有一个山字，对不对？OK， 这里呢，在这个你们的这个下面这个书本这边呢，在你们的右下角这边呢，有一个山字，对不对？你们帮我跟他画一座山，好不好？这样跟他画高高的山在那边，啊，一个线条呢，你们就跟他画一座山；一个线呢，你们就跟他画一座山。OK， 画三个高高的山啊，就很像旁边这个山字这样子。OK， 你们帮我写下去啊，可以吗？可以，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后面那页啊。好，然后呢，就一起打开你们后面那页，我们再看多一个谚语。OK， 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个呢，你看小杰在做什么吗？小杰在做功课，对不对？平常呢，他的妈妈就讲小杰，小杰读书了，小杰。可是呢，他都不要读，他就讲我都会了，这个老师教过了，我会了。他从来不复习，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他从来不复习。可是呢，当他的妈妈叫他做功课的时候，或者他在学校考试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他不会做。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哎呦，我那时候应该要读的，而不是呢不读书，对不对？”所以呢，他在跟你们说呢，这个呢，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读书啊，而不是呢等到呢事情发生了，然后呢要你来做这个东西啊，你们才来讲。哎呦，怎么这个东西我不会？哎呦，这个东西到底要写什么？我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多加复习，才不会呢输到用时方恨少，才能后悔啊。所以呢，我们一起读一次啊：输到用时方恨少，输到用时方恨少。所以我们读这一次啊：输到用时方恨少。所以呢，你们帮我在前面这里呢，帮我画一本书，可以吗？这里呢，你们帮我画一本书啊，画一本书在这个字这边。然后呢，就是在跟你们讲了以后呢，你们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读啊，而不是呢，要用到的时候才来后悔啊。所以呢，你们放在这里啊，然后呢，在这里有一个十，对不对？你们就画一个圆圆的，画一个圆圆的在这里。然后呢，中间画一个点，然后画一个长长的线，再过去，这样画过去，很像一个时钟，对不对？这样子圆圆的，很像一个时钟，对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十，再告诉你们呢，我们读书呢一定要每时每刻都要努力用功啊，而不是呢等到时间一到了才来后悔，讲这么我没有读啊。所以呢，这里有这个字，就是书跟十，你们给它画下来呀、啊，书跟十。输到用时方恨少啊，就是呢最后一分钟才在后悔，讲这么我没有读书。所以呢，好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一起，我们上完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小太阳跟你们出来讲谢谢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小金跟小金又出来跟你们讲什么了，小金小金要出来跟你们讲话了，讲话。同学们再见，拜拜。所以呢，那个小金小杰呢已经跟你们出来跟你们讲话了，对不对？他在跟你们讲什么啊？他跟你们说呢，小朋友谢谢你们，所以一二三一起讲谢谢啊，一二三，谢谢老师，拜拜。